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五月才刚刚开始，整个综艺市场就迎来爆发期，青春环游记四、向往的生活期、极限挑战九和奔跑八十一等王牌综艺火热来袭，生生不息宝岛季、天赐的声音四和青年派计划等音综轮番，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。对于综艺粉儿来说，选择观看哪一档节目成了一道难题。随着浪姐四的官宣定档，综艺市场的这种平衡格局彻底被打破，芒果仅仅用力一片和主题曲 MV 就直接听浪姐四的影响力直接碾压其他热播综艺，不愧是芒果现象级的真人秀。浪姐四定档5月5日，节目已经在4月17日完成一公舞台的录制，33位姐姐共分为9个小组，5人次，4人组和2人组各有3个，同阵型进行 PK， 龙泉、CTeam 分别获得各自阵型的第一名，小组中的所有成员安全晋级。5月4日，浪姐四二公舞台完成录制，节目的相关内容也提前被曝光。根据爆料，浪姐四二公舞台，28位姐姐分为8个小组，5人组、4人组、3人组、2人组各有2个小组，共完成8个舞台秀。随着28位姐姐分组具体情况的曝光，也从侧面揭晓了浪姐四一公舞台的淘汰名单。5位被淘汰的姐姐：海丽、王佳宇、唐伯虎和许静韵、陈冰和许静韵都是选秀遗珠，颜值和实力在线，一公就早早出局，确实让人意念。相较于一公舞台，浪姐四二公舞台赛制全面升级，比赛也变得更为复杂。一公舞台共有5位创始人，分别是谢安朗、刘逸云和卢靖姗，输掉比赛孙悦和刘逸云失去创始人身份，赢得比赛胜利的3位创始人在各自队伍中选出1位新的创始人，最终6位创始人分别是谢娜、安朗、卢靖姗、黄丽玲、知福和刘惜君。第一轮为3大同盟 PK 战，6位创始人各自选人组队，最后2结成同盟，剩余未入选同盟的姐姐自由组织，谢娜组、黄丽玲组结成同盟，安乐组、知福组、龚琳娜组结成同盟，卢靖姗组、刘惜君组结成同盟，3大同盟展开强强对话。谢娜组获得843票，黄丽玲组获得831票，同盟总票数为1674票，刘惜君组获得812票，卢靖姗组获得815票，同盟总票数为1627票，艾乐组获得龚琳娜组获得847票，同盟总票数为1666票。根据赛制，谢娜组和黄丽玲组结成的同盟 P 两个小组的6位成员全部晋级，除了直接晋级的2个小组，剩余的4个小组中，龚琳娜组的票数最高。该组和2个自由组进行比拼，其中包括谢欣自由组成的一组和张嘉倪、徐怀钰、赵丽娜自由组成的一组。张嘉倪、徐怀钰、赵丽娜3人的演唱只获得798票，刘逸云、谢欣2人的表演获得872票，票数高于龚琳娜组的847票，最终逆袭成功。剧情来了个大反转，刘逸云和谢欣2人顺利晋级，二公就上演逆风翻盘的戏码，浪姐四真的拉满了期待值。谢娜组、黄丽玲组和刘逸云组全员晋级，共8人，剩余的5个小组20人进行人气投票，排名最低的4人直解。从曝光的结果来看，吴倩、李莎明子和汪小敏3人被淘汰，陈意涵和赵丽娜将通过小考 PK 决定最后一个贴。这个结果目前没有得到证实，但是从待定的20位姐姐的整体态势来看，这些姐姐明显咖位低、人气低，存在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。只能说这档节目终究 PK 的还是人气，可惜了汪小敏和李莎明子了，明明实力都很欠，结果二公就出局了。黄丽玲、竹竹2人演唱的是杨乃文的歌曲《我离开我自己》，一首纯 vocal 的歌曲，本来在公演舞台是很吃亏的，但两位姐姐发挥抢眼，最后拿下了831票。一个是实力大 vocal， 一个是颜值担当，2人的组合化学反应十足。根据爆料，黄丽玲的演唱非常稳，让人有种穿越到《我是歌手》录制现场的感觉。2人还送给粉丝签名照，现场反响非常好。刘惜君、美依礼芽、蔡少芬、李彩桦、李莎明子演唱的是告五人的《带我去找夜生活》，一首热门歌曲，在各大音综舞台经常被翻唱。刘惜君挑战唱跳舞台，依旧是开口脆，舞台上造型很美，但这一组的舞蹈动作相对简单，动作并不是很整齐，最后只获得812票，成绩并不是很理想。陈嘉桦、吴倩、贾静雯、邱慈炫演唱的是周华健的歌曲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。
虽然四个人的演唱在线，但是歌曲本身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内容呈现。纯 vocal 的舞台本身就不占优势，结果票数也只有819票。谢娜、岑可妮、无忧和吉娜带来唱跳舞台面纱，四个人唱跳没有短板，舞台表现力和气氛感都非常好，现场效果也相当炸裂，加上唱跳舞台本身就很讨喜和出彩，最终拿下843票的高票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浪姐系列节目真的是很偏爱张艺兴，连和孟不洛、雨林都曾被姐姐们在公演舞台上演唱过。尽管争议很大，但浪姐似再一次选了张艺兴的歌曲，这也算是变相给张艺兴打歌了。谢娜这一次算是主场作战，一公舞台就有住超高的人气和话题，二公舞台同样带住全组顺利晋级。谢娜的控场能力很强，拉票环节也懂得如何跟观众互动，还主动介绍队友，和谢娜一组的姐姐都是比较幸运。卢靖姗、陈意涵、曲颖、孙悦、汪小敏带来大热英文歌曲 Levitating 也是唱跳舞台，姐姐们显然有备而来，舞台效果也很不错。遗憾的是，这一组的五位姐姐缺少高人气加持，最后只能陪跑，仅拿下815票。龚琳娜、知府、刘雅瑟演唱的是周杰伦的歌曲《迷迭香》，三人选择挑战唱跳舞台，整个舞台非常绝美。龚琳娜 C 带住全组一起炸场，他们也拿到了847票。龚琳娜真的是做饭和舞台业务两不误，台上台下都能带给观众惊喜。作为新艺术音乐创立人，龚琳娜的舞台总是让人耳目一新，多元化的音乐表达往往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效果。48岁的龚琳娜出现在嘉宾名单时，很多人就非常期待她的舞台表演，观众的期待没有被辜负，龚琳娜用舞台完美逆袭，相信节目播出后会吸引一大波粉丝入坑。张嘉倪、徐怀钰、赵丽娜演唱的歌曲是开往早晨的午夜，同样选择了唱跳舞台，但是主要以唱歌为主。三位姐姐身高差明显，舞台实力参差不齐，最后获得798票。刘奕云、谢欣合唱歌曲从头，最后一个出场，很多观众已经麻木，甚至提前退场。尤其是在龚琳娜组的高分压力，很多人以为比赛早就失去了悬念，没想到这两位姐姐最后逆天改写剧本，超强的发挥惊艳众人，也拿下全场最高的872票。对于浪姐四二公舞台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